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排八进四的比赛中，中国女排在一比零领先的情况下遭到土耳其女排的逆转，最终非常的遗憾，无缘进入四强。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，很多球迷最为关心的问题，自然是朱婷的去向问题。因为在之前打败美国女排之后，朱婷曾经表示，这一届巴黎奥运会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，将来还不确定能不能够继续征战后续的奥运会比赛。 所以，随着这一次女排的奥运会征程结束之后，其实很多球迷都担心朱婷会不会选择退役，接下来到底准备去向哪里？想要知道答案，我们不妨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。首先，关于朱婷奥运会结束之后的去向问题，她在之前曾经透露的一个消息，在巴黎奥运会之前，朱婷已经和意甲联赛的顶级豪门球队签下了新的合约，下个赛季会继续开始留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就意味着。 朱婷结束了国家队的旅程之后，接下来暂作休息，将会奔赴意大利进行报道。一方面养好她手腕的伤病，另外一方面为新赛季的比赛做好准备。所以，首先关于球迷担心朱婷退役的问题，这一个恐怕不用再操心了，因为朱婷暂时不会退役。毕竟朱婷只是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，并没有表示以后不能帮助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女排联赛或者世锦赛。 因为下一届奥运会是四年之后，在这四年时间里面，其实朱婷还能够在国家队或者国际赛场上和各位球迷见面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期待一下。当然，从目前来看，眼下影响朱婷职业生涯时间长短的最大问题，恐怕还是她的伤病问题。在第三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中，朱婷的手腕旧伤复发，引发很多球迷的担心。在结束了对战土耳其女排的比赛之后，主教练也透露。 朱婷这一次是带伤作战，而且从当天的比赛可以看到，朱婷在下场休息之后一直握着自己的手腕，在比赛结束之后也特别用冰袋来敷着自己的手腕，这些细节都告诉外界他的手腕的情况并不乐观。之前朱婷表示，如果自己手腕的同一个位置第二次受伤，将不能够再打球，职业生涯很有可能会就此终结。所以现在很多球迷就担心，他这个手腕如果再度复发，后续恐怕连比赛都打不了了。 因此，接下来结束了国家队的征程之后，希望朱婷能够赶紧好好休息，不要再操心其他的事情。另外一方面，赶紧去和自己的医生见面，检查一下手腕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如果只是因为过度比赛劳累带来的一些影响的话，我们不必担心；但如果他的伤口再度撕裂的话，那个问题可就非常的严重了。作为球迷，我们自然希望朱婷可以多打比赛，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她可以健健康康的。